这里是黑子，今天我点了一份韩国的部队火锅。点它的原因非常简单，在刷油管的过程中，无意之中看到了一个吃播在吃部队火锅，真的馋到了我。今天只要静静的看我吃东西就可以了。这个是萝卜，这个是空心粉，我吃它就会有想吐的感觉。之前点过他们家的，现在里面多了一种像肉馅的小肉块。芝士放早了，结果消失了。因为太多了，我家里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容器，我就直接把锅端上来了。
我把它全吃光了，现在我不馋了，我是不是很久没有吃过韩国料理了？从现在开始会一点一点的去回味我曾经吃过的东西。那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我是黑子，拜拜。